收入很够用，养我们一家三口都够，未来的话差不多就行了。对，收入我觉得现在不算稳定了，其实我们俩的工作都不算是稳定的那种，干一会儿接一会儿这样子。然后未来就希望稳定嘛，然后有税后收入，棒。然后子女一女，对，一个一两，先来个一两，哎，干杯，哎。财务，对，我不太会理财。理财是什么呀？就是让钱变成你的军队，帮你去挣更多的钱，这样子。家务，六颗星。家务，对啊，你不愿动。所以未来理想就是物归原处就好。就对我的要求其实很低很低，是的，但是因为你对我的爱很深很深。那我的评价呢？你也念一下。已经满分啦。哎呀，好，礼物。我们说好不特地过节，更喜欢随时在普通的日子里想到就准备。嗯，就是因为也没有想到嘛，说明。对啊，比如说看到这个，哎，觉得特别合适，那我有的，我经常给你买衣服。啊，有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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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们是什么时候约好这个定的？好像是今年。对。嗯，因为很忙。至于现在呢，我理想呢就是现在这样就很好。对啊，对啊。好。哎呦，最好的礼物我已经收到了。哎呀。教育能力，就教小朋友的能力。你觉得我现在是五颗星，未来的话可以再多一颗星。变得更强，这个是永远的功课了。对，那我觉得如果是我现在最多是十分，妈妈十分，爸爸九分，差一分。那你觉得爸爸的九分跟妈妈的十分是差距在哪里？有点，爸爸呢有点，我自己觉得有点啰嗦。有点啰嗦是吗？妈妈的很节省。妈妈很节省。亲爱的郝绍文、林宁瑞，为了让你们更加了解对方，请一起完成这个亲密关系进阶训练吧。梦中爱人规则：夫妻双方背对背，写下对方现在的状态和你期望的他在未来的状态。写完之后，请对照两份表格，画出有交集的地方，并根据表格一起探讨如何让对方变成自己的理想爱人。希望你们能度过一个有意义的晚上。借过一下，爸爸要背对背了。但是，来给你笔。哎，谢谢。你来监督啊，看谁有回头。你要当裁判哦，看好谁都不许回头哦。哎，你现在多少啊？你看你对我的了解。哦。哎，爸爸现在是多少来着？我现在带爸爸去称一下。尤米，不要打断我，我快要想出来了。爸爸写第七个了。你不要给妈妈压力。对。尤米，不要再转播了。好，我写完了。嗯。哦，妈妈也写完了。对账吧。一起来看啊！你想要我变胖一点？对啊。好的，我肌肉再加一点就可以了。对，我未来就希望你就是想干就干，想干就干，好，不干就不干，差不多意思，我们俩。
的结婚纪念日是？一二三。确实，我们才刚结婚而已，这个要忘记有点过分哦。对方的生日。我先。哦，对。哦，对。对方喜欢的颜色。我们好像没有讨论过这个耶。你这是什么意思啊？黑色啊。不对。那我看。你也不对。真的吗？没有吧。我这么明显吗？这么明显像是报复吗？对方喜欢的天气。天气。不要偷看哦。我把原因都写上。哎，你看我。你怎么还没答答案你就笑得这么开心快乐？冬天。秋天。对，那我呢？对，嗯，其实我喜欢冬天的原因就像喜欢你的原因一样简单。喜欢冬天因为凉，喜欢你因为漂亮。对方最喜欢吃什么？来，三二一。第一题啊，摩天轮还是过山车？过山车。甜豆腐脑还是咸豆腐脑？甜豆腐脑。软桃子还是脆桃子？脆桃子。甜玉米还是糯玉米？糯。我喜欢吃甜，我知道你会说糯，但我就喜欢吃甜。我也知道你会说甜。电影还是电视？电影。牛奶还是咖啡？咖啡。不要这么快好不好？我感得很累耶。那我在心里讲，一二三。也不用这么慢。挣钱还是花钱？花钱。花钱。外向还是内向？内向。酸还是辣？酸。他很爱吃醋，但我就是爱吃辣。就他醋吃醋吃到什么程度，就是让我怀疑他去吃了火锅，去吃了肉，都是拿来配他的醋的，就多到那种程度，就很多。我要不你直接喝嘛，你干嘛浪费那个事儿呢？干嘛浪费那个火锅钱呢？是不是？我们直接喝喝醋不好吗？卤肉饭还是红烧肉？卤肉。烧肉。为什么你会觉得我要选卤肉饭？因为你超爱卤肉饭。我也很爱吃红烧肉。卤蛋还是煎蛋？煎蛋。正派还是反派？正派。冬天还是夏天？冬。唱歌还是跳舞？唱歌。唱。肉汤圆还是芝麻汤圆？芝麻汤圆。芝麻。温州小吃店都会卖肉汤圆啊。啊，没有吧？你去温州有吃到吗？我肯定，我好像也没有吃到过。对啊，但是我在就是比如说吃瘦肉丸的时候，他就会就是点菜单里面就会有肉汤圆可以选。反正我吃甜的。下一个是默契天词，就是我说一个字，你们把它变成一个词。哦，接龙的感觉。开心飞翔。跳高。我们看什么时候会一样。跑步爱情走路在意意。干嘛学我？
奶茶还是白开水？白开水。毫不犹豫，绝不后悔。晴天还是雨天？雨天。晴天。好的默契，这也是一种默契。我们看什么时候能够对，什么时候能碰上？猫还是狗？猫。包子还是饺子？包子。卤蛋还是煎蛋？煎蛋。外表还是内在？内在。哎，你是故意跟我错开来的是吧？我没有故意，但是很像是故意的，是吧？锅包肉还是红烧肉？红烧肉。啥也不是，真的，咱俩锅包肉很好吃啊！要不是今天完事儿，咱俩就别联系了。要不散了吧？散了吧，散了吧，散了吧。电影还是电视剧？电影。啊，终于一样了啊！终于一样。我们是因为电影认识的。哦，我是因为电影时间短，看着不累。啊？唱歌还是跳舞？跳歌。哇，你真的呀？他又没有要我跳舞，让你在观众面前是唱歌。对，要不散了吧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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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散了。甜品还是水果？甜品。我连犹豫的时候都是跟你不一样。咱们这自律的人，我们不吃糖的。对，戒糖，都戒糖。对，水果糖分很高，甜品为爱。对，巧克力的嘛，全都吃，自律嘛。酸还是辣？辣。冬天还是夏天？冬天。甜粽子还是咸粽子？甜粽子。北方都是甜的，好吃吗？还不错，你当甜品吃呗。我那个可以当正餐，我中午就吃粽子。我那蘸白糖，我蘸酱油，我加煎蛋，我加卤蛋。我很羡慕你吗？你说完这么多，你哪来的那个优越的表情呢？星星还是云朵？星星。啊，我对不起，我一开始你养星星，我是往动物园那个方向去想。动物园里面有云朵这种动物吗？然后所以我就不小心迟疑了一下。所以你选择大象。对。酒店还是民宿？酒店。挣钱还是花钱？挣钱。你不花钱，你为什么要挣钱？因为我没钱花，我不挣钱，我有什么办法？我有什么办法？我，你挣钱是为了什么？我挣钱是为了有钱，不是为了花。就你要超有钱，但你绝不花。那也不是，该花的花，不该花的。所以你挣钱就是为了花钱。对，你是不是在？你是不是在 CPU 我？我就这么轻松被你 UFC 了，就拿捏的。走吧，逛逛去。看一下。哦，后面就在滑呀。我们上午刚滑了板。不在这里。我吃了不辣的那个，真的不辣。一点都不辣。嗯。陆地冲浪板跟普通滑板有什么区别？我原本是想学这个的，因为这个会更接近那个冲浪。对，但是那个时候我找老师的时候，老师的时候怎样？比较少，就是那个时候我找的时候，会滑这个滑得很好的老师比较少。我觉得这个好难哦，玩一下。先乘到大盘上。好好。哎，手是这样翻吗？哎，对。看到了没有？接的时候要轻一点，就是你看接的时候轻巧的，对，卸力，哎，是不是？哎呀，这个很好玩哎。对啊，这个很好。站在平地上嘛，那里有你站在斜坡上会影响的，是吧？会有一点点影响。好，谢谢你给我找了个台阶，然后还是上。真的有关系的，要眼睛要看着球，看着球。对对对。眼睛要看着球啊，会好一点。你很会教哎。哦，怎么这么难的？要练习。看起来有点简单。嗯，是。你好强啊！你好强啊！好难，我一次都没有成功。哎，差不多了。嗯，谢谢。要练一下了。我一开始的时候，哎。哦耶！哈哈哈！谢谢。来，选一个好看的吧。我要这个，谢谢。你打一个新的。很好哎，这边很多，就是各式各样的店。好，好硬，好来。其实这样看，我们的店还蛮好看的。我要站在门前拍，在这里。我也要。
好啊，你好，你好，欢迎光临，请看一下。今天是义卖，对，然后卖袋子、卖明信片、卖人脸彩绘，都可以。那我买这个。好，一个是29啊，先明码标价我们。嗨，欢迎欢迎。这是我太太、我女儿还有我，我们自己画的，对呀、对呀、手绘的，可爱啊，而且都干掉了。哎，不要光围在那里看，我们可以过来看，没有问题。来来来，我要好，这个是可以卖的，一个29。我希望你天天好运，谢谢，年年月月都好运。谢谢惠顾。你好啊，这张吗？你也要签名吗？没有问题，这个签名从小到大都没变，以前小时候刚学会写字的时候就差不多长这个样子。这个是手绘的是吗？是，每一个都是限量版，每一个都是绝版。这个是最高级的是吗？这个我觉得真的看着很高级，也不错，也很不错，艺术感很好。这个是我买的，真的、这个是他画的哦。哎，对了，这个也是我画的啊。对对对，可以可以，没有问题。谢谢，谢谢惠顾。怎么样？心情怎么样？因为已经卖的差不多了。对啊，有点快耶。有点快哦。其实今天啊，我们卖的最有自信的商品不是袋子，也不是衣服，而是我们的人脸彩绘。要不要来一个吧？来一个吧，来一个。小宁，我们同时进行喽。好，来了，给你搞个飞机啊！来了，好了，老婆，怎么样？成功。欣赏一下自己的这个美貌的脸蛋，满意吗？你满意吗？谢谢你，超级满意，超级满意的吗？太好了，耶！这个是我们小朋友自己的画的作品做的，自己画的，对对对。这是他们三个人的名字。所有的画都是小朋友画的吗？这些布袋有是我们一起画的。我要三个明信片，两个袋子。谢谢你。哎，明信片我们是不是可以便宜一点？对，都可以。三张算你29好了，这个算29，这样子也是58。你是我们的第一个客户哦。多送一张吧，你再挑一张。可以。当然可以。耶！那今天为什么会想到要去义卖呢？我想觉得要去义卖，是因为力所能及的去帮助别人，是一个在生命之中永远都不会过期、永远都不会失效的一个功课，而且会不断的让人感到快乐的事情。今天这一天下来，你们还有什么感悟啊，或者感受想要分享的吗？我是觉得，其实就是之前去逛街都是人家坐在里面，我是去挑东西的。今天是自己坐在里面，我觉得其实也挺不容易的。包括就是你要怎么布置啊，像他说的，就是什么购物的第一视觉，其实都是有很多门门道道在里面。帮我把那边抬一点起来，哎，帮我搁着就行了。好。怎么摆呢？把好看的那面露出来啊！好 ，OK， 行。其实以前我第一次在摊位里面，而不是在外面的时候，我有一种深深的自豪感。我就觉得，我们不一样，我在做一件很了不起的、很大人的事情，这样子，就觉得很值得炫耀，我超酷的。这样，但现在渐渐的习惯成自然，就没有这种感受了。我觉得小摊就是跟商店很不一样的是，一个商店里面有很多角色的分工，但是摊主的话就是自己一个人要负责很多事情，考虑很多事情。这个是怎么卖？29一个。你好啊，小朋友，明信片3张29，这个全部都是小朋友画的，每一个都是限量版，每一个都是绝版。
这个我觉得真的看着很高级，看着口才，艺术感直接拉满。蓝色的帆船跟飞机，你满意吗？超级满意。超级满意的吗？哇，太好了，耶！很不容易，条大梁。